今天宣召的经文，诗篇九十六篇一到四节，请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那我们一起来把一切颂赞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耶稣之名，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哦哦哦，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生命，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在这么美丽夏天的早晨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向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彼此问安，并说赞美主，哈利路亚。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的父，我的
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很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向你俯伏敬拜，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圣洁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远在万神之上，却顾念我们这般卑微的曾经悖逆的罪人，赐下你的慈爱信实坚立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与我们使我们与你同行。在这卑谬弯曲的时代，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处在如同行在天上。愿世上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赞美都归给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
求你的国度降临。圣的应许，仰眼保守你所爱的，你无比永远不离。你将我从雨里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无比永远不离，你将我从雨里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啦啦啦啦啦啦。
心，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们一起祷告。圣洁公义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些不洁的人原本没有资格在主的圣所当中来敬拜，但是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怜悯，你赐给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而且替我们承担了罪，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的救赎，让我们凡是相信接受耶稣的人可以与神和好，可以得着权柄来做神的儿女。主，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是何等的蒙福，因为你像慈爱的天父，你保守看顾我们，你用无比的耐心引导我们，甚至我们犯错跌倒远离主的时候，主你仍然用慈绳爱索把我们再牵回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我们就是存着感恩的心。主，我们也是恳求主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做更深的工作，让我们不只是自己蒙恩，也会常常想到应该把这个恩典跟更多的人分享。在暑假期间，我们很多人会有机会出城去探亲访友，或者是回到家乡探望亲人。主，我们都恳求主提醒我们福音使者的身份，让我们能够抓住每个机会把主的福音，把主的慈爱来告诉更多的人。也求主让我们常常为别人的信主来祷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做主福音的管道。今天早上我们也为俄罗斯这个国家来祷告，想到这个好几个世纪之前福音就传到了俄罗斯，他们有非常浓厚希腊东正教的传统。主，这也是你的工作也是你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教会在信仰上不维持活泼，就会渐渐的老化形式化。我们恳求主在俄罗斯能够带起新一波的复兴。我们感谢主有许多福音派的教会在俄罗斯各个地方能够建立教会，建立传福音的据点。我们也恳求主引导教会长大成熟在各样的事情上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信心是活泼的，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让主的福音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我们把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会恭恭敬敬的仰望，特别想到我们有三位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也再次提醒我们你设立教会的目的，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能够积极的能够邀请朋友，带领更多的人到我们的团契，到我们的教会，引导他们来认识主，也帮助他们在信心上不断的加增，让他们能够接受主，而且一生来跟随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就恭恭敬敬的仰望，愿以圣灵在我们当中特别纪念到我们弟兄姐妹朋友当中，也许有不同的难处，我们恳求主让他们在这个聚会当中能够经历到主你就在这里，你顾念他们，你的慈爱覆庇他们。听我们在你面前谦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两位小羚羊团契的弟兄学生团契的一位姐妹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齐博、方燕跟冠豪